可能的爱在燃烧。OK， 看镜头，然后可以想一想。哇！七彩的微风，坐的微星星吹拂。要不要来一首安可曲？耶！欢迎收看 Now News YouTube 频道，我们是原子少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土星的林焕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土星的嘉琪。我是火星的 Max。我是天王星的高友翔。我是海王星的子翔。我是金星的 Bobby。 这一次的歌曲好像很多都是 Max 写词吗？有一首是我都是我制作，词曲的部分，然后另一首是子宇有一天突然就发给我，说你听怎么样？我说不错啊，不然我来 fit。 我说好啊，然后我们就对天才吗？没有在写词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小诀窍，还是你的灵感来源都来自哪里？其实我觉得大家把写词作词什么太复杂，它其实就是身边的故事，你可能你的故事，他的故事，然后拼凑起来，或是电影的情节啊，连续剧的情节，把它组织成一个故事，反正合理就 OK 了，合理就好听就好，好合理就 OK 了。谈过一场越来越爱的恋爱吗？有没有什么经验或分享谈？我们从芭比开始好不好？我没有谈过恋爱啦。你没有谈过恋爱？没有谈过恋爱。你没有谈过恋爱？完全没有。那你对恋爱的憧憬有没有憧憬？憧憬有啊。是想要怎么样？就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也蛮不错的，因为就是一个经验这样，一个过程。对啊，你们嘞？哈哈哈哈哈！反攻翻盘，换进来，换进来。我就是一个在座应该恋爱经验偏少的一个男人，所以不应该问我，应该问 Max。Yeah, Max， 毕竟这首歌是 Max 写的。我只是因为觉得大家都把抒情歌变成是感情的定义，就是那种很悲情的才是抒情歌。所以我就是有点跳脱出这个框架。我想写一个，每一个恋爱都不一定是难过才是恋爱，而是去越谈越爱的那种感觉。那我刚就是听你自己的 solo， 我可以再听你清唱段，拜托，我好想听。即使依然也不及你，即使我在另一边颠倒。好了，就这样。高音嘞，高音呢？再来一句高音，再来一句高音。不可能的爱。在燃烧。还有一题是有想要问你，因为小孩说过你是全天王星里面最暖的暖男。我？对，他说你是，他有说过，这边有写，这边有写。那你觉得当暖男需要什么特质？我觉得暖男就是要一直不停的替别人着想。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工具人，是比较极端的说法，但是回到四终点就是一个男人，就随时随地都是为对方着想。那刚刚那个里面其实有说是你不太习惯做甜或爱心的手势，对不对？我敢保证，友翔这一辈子绝对没有做过这个手势，对不对？重新。这边还是有一题，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原子发电机子翔教你一些可爱的动作。来，发电机，原子发电机，你先示范一次，然后你再自己来。OK， 看镜头，然后可以想一想。哇！不行，他还有那个放慢的那个。你要，你需要，你完全 copy。我喜欢。好了，天地不容。天地不容。那接着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叫做真心话大冒险啊。有想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吗？对对对对。我想要真心话好了。如果拥有一张魔法卡，
你最想要做什么事情？魔法卡，就建议你拿出来，就是魔法卡，很多现金，很多现金，你可以魔法卡这种感觉。对啊，我想要有领不完的钱。这张卡那个不叫魔法卡，那个叫信用卡，是还是领不完啊，领不完，领不完，对，总要一些魔法的。我真的要表白子宇，子宇真的太帅了，真的真的，我真的是，我刚才看到他哭出来，他那个魅力感，对他那个太强，一拳打进我心里，一拳打进我心里。他跟我说他在写这首歌跟在跳舞的时候，他都是在想着同一个女生，所以他以前的那种。还是我们现在call到子宇，子宇你在想哪一个女生的？那你其实是不是在爆料？没有，就是他情绪是投入在那个创作中，以前的那个感情，难过的感觉。Max， 当你的创作就是被老师们肯定的时候，你当下心情是什么？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动，因为并不是说你努力了。就真的一定会被看到，要有好的平台，还有好的发挥的地方，才有可能是有可能，不是一定是有可能才会看到。其实这真的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认可。谢谢。好，那你们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给你选。那就大冒险，那给你们选。好，大冒险。清唱最常在 KTV 唱的歌。一人唱一首哦，清唱在 KTV 吗 ？KTV 哦，我好久没去了，因为疫情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了。哦，是真的要想假，真的要想假。我先好了，好来，怎么办？会不会骂？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，最后用力给祝福。怎么看你笑着，我就心如刀割。好，好听好听，换你了，你逃不掉的。我最常唱蛋堡的史诗。好，来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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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首诗写在十年前的某个凌晨四点，也是工作室你一个人的时间，安静的黑夜，该算今天或明天，卷起一根烟，面对又要逼近的期限。如果你忘记，我帮你做个提醒，你这时正在酝酿一张横掉的专辑，来自最大官的团体，需要的只是时间，不是指点批评什么，我才不管你。好，我们来进入。终于说出口了，来，好，我也很喜欢。好，你那次我不喜欢你。好，做吧。快乐都是我，已经不爱我。我知道你无心的继续看着我，我还要做什么，你才不离开我？好 ，OK， 其实我表演当下我非常自责，我就觉得这舞台这是很基本的东西，不应该失误，然后我却在这舞台上失误，对自己非常自责。
其实我想讲一件事情，请说。我觉得这真的，虽然说忘词在表演来说会是一个蛮恐怖的失误，但是重点不是在于忘词，重点是你怎么救回来。嗯，我觉得大家刚刚都有看到。你就从做得非常漂亮，其实没有点出来是没有看得出来。依然在这一片夜空下着许的像是你，但你已经仍然没有地方陪着谁，我想一直是这样的，对吗？有你踩碎我的心，怕别再让我想你了。但不得不说啦，那个子强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眨眼太多次？对，请问刚刚的表演里面你眨了几次眼？我刚自己数差不多是六次吧。我还真的自己数的。对，下次我会改进，请大家不要这怎么讲？多多包涵。对，谢谢。然后也要谢谢佳琪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后台休息，就是休息的时候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后台这样哭，然后佳琪你自己来示范，你那天对我做了什么事？我对你做了什么事？对，哦，那天他很难过，然后我看到他很难过，我就走过去这样子，我就说这样子，我说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反正这一次失误不是怎样，然后我就一直摸他的膝盖，然后答应他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对，因为当下他真的为他自己的那个失误很自责，然后也因为就是这样子，可能分数被打得低一点，可能没有到那0.5分，可能就被打掉，所以他其实非常自责。但我们在台下看，其实都为你们的表演感动，对，没错。好的，那你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一个人吗？对啊，就只有你一个。对，真心话好了。你觉得80位少年中谁最自恋？是我自己，一定是自己的哦。最自恋哦。对，除了你之外，除了我之外，对，你觉得谁最自恋？就是你观察到他，你很自恋那一块。我觉得佳琪。说说为什么？哇，吵架！为什么？中间有原则，中间有原因。你中间还没有原则，上我看佳琪就是很帅什么的，然后时不时都会打扮自己的身体。不是，张硕，对不起，他什么意思？他对穿搭很讲究，然后我自己觉得是蛮自恋的，就想当个帅哥嘛。对啊，就是帅哥，就是个帅哥啦。他就只是因为觉得你帅，所以他对觉得我自恋。对，好尴尬。接下来让我欢迎水星和静心的表演 ，Go。要让两颗星球进入冥王星，这两颗星球分别是木星和海王星。很抱歉。哇！哎呦，干嘛啦？这集怎么那么好看？好像你哭了，我犯累，我犯累。我是觉得，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，或是如果找到自己适合的道路，坚持的做完。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终点，只是我们的起源啊，是我们的开始。子强当时被救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当下的心情，当下的心情其实非常的复杂，因为不想看到自己的团员被，就是进到冥王星，然后但是自己的梦想也要维持住，就是很两难。但是真的很高兴能够被救回，然后之后我也会努力在原子少年有更好的发展。谢谢老师。好，那我这里想问一下 ，Bobby， 哎，你们这一次就是金水联盟抽到了第一组，就是第一组你们唱跳舞是第一组的那种，对。那你其实会害怕说，因为不如。因为抽到第一组，然后被可能当成评分标准，你会觉得不如预期，压力很大。那时候我压力超大的，而且我们又是最后一个表演，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想说，没关系，你就大家就放感情去唱，
就相信一定可以感染到老师跟观众。殊不知，你们看，要相信自己之前，要先让别人相信自己。其实刚才有粉丝说，哎，我们有抽到清唱，但他也有想说，芭比可以来清唱一段吗？好，我就唱一段，唱一段，来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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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能不能够有你陪着到最后，就让时间停留，静静望着同一片天空。Don't wanna every day。那接着我们还是要真心话大冒险一下。好，请问你选择是真心话好了？大家都真心话。来，谁是你的理想女艺人？假设有一天她成为你的一日女友。啊、哦，林凯伦。啊，林凯伦。Karen Cici。 为什么你喜欢她什么样的特点？因为我觉得她一整个长得很有特色，然后她又有那种高级的脸，然后又很有才华，唱歌又很好听。对，她是我很崇拜一个歌手。对对对。那我们的第一题呢是哦，芭比。对，如果有机会选择星球，最想加入哪一团？为什么？最想加入哪一团？天王星。可以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皮实有在创作，所以就是想要进天王星。来，就是发挥一下，毕竟你们很多老舍，感觉可以再多加一个唱歌进去。那再来是 Mac， 做过最浪漫的事情。蛮久之前，我其实会觉得到那种半夜凌晨的，我只要一通电话，我一定都会过去接送。哦，就是不管是凌晨四点、五点，随时一通电话就到。对对对。暖男，你这样暖得过吗？因为他应该那种半夜应该都在睡。有翔，家人最喜欢的原子少女是谁？应该是嘉诚。嘉诚又是天选之子。对，不是我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还有一题，从小到大出过最糗的包是什么？大家可以看我这个额头上有一条疤，就是小时候看那个毕业典礼女生表演跳舞，就觉得哎呦。蛮厉害的，然后就回家在洗澡的时候想说来一段，然后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然后跳一跳，跳女生的舞嘛，然后跳一跳滑倒，然后那个头就撞马桶，然后就开了。那我可以看你跳那个，我就忘记了。再来是紫霞模仿九天玄女的方式宣传原子少年。原子少年吗？不好意思。三百一十，降落。哎，按音的声音的，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！放过他。再来，佳琪，我有，你这题蛮硬的，一樣唱《珍珠美人鱼》的歌，结尾要加，要不要来一首安口曲并眨眼？来。一号机准备。七彩的微风，坐着为心情吹拂。想溜走，想到没有烦恼的角落。哇，要不要来一首安可曲？哎呀！啊！五六七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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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文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爱你哦，玉婷，我们爱你哦，玉婷。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原子少年的助力导师陈汉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原子少年的助力导师 JPM。大家好，我是原子少年的助力导师艾莎。每周日晚间十点，每周日晚间十点 ，Now News YouTube 即将播出《原子少年》，少年们将在线上陪你们一起观赏节目哦，精彩的大爆料都在里面哦，赶快按赞订阅 Now News YouTube， 按赞订阅 Now News YouTube 就能看到。
少年们的精彩的表演哦，可以跟大家一起看《原子少年》喽。